冠 WTO 姐妹会啊！你们看我们的干温了哈，手撕拜拜嘿。今天要探的跟拜拜有关系了哈。根据内政部统计说呢，资料显示全台湾庙宇密度是全球第一，台湾是三步一小庙，五步一大庙，有时候到深山区还有土地公小小的，真的啊，很多很多外国人来台湾，对于这种拜拜文化印象是非常深刻，甚至我们电音三太子哦。我们到美国道奇球场帮他开场开球呢，你知道吗？听说现在世界各地呢都在封拜拜，台湾呢还有三月消妈咒的哈。台湾宗教文化到底有哪些部分让老外大开眼界？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了。先介绍我们的专家，民俗专家林正义老师。大家好，马世丽小姐，郑凯中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呀。马士力是大大小小庙都拜啊，非常虔诚啊，你看，对，非常虔诚，真的五拜五波比，而且我觉得诚意到了，神明都会保佑你。是是，你看，所以一直红到现在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正义老师你好，常常看你的节目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我可以跟你握个手哈。哇，哥好厉害！今天雷公索尔都带了。这女公嘛，这雷神，中国的上帝。我们是森林文化，森林文化就多神论，就什么都有神。那如果是沙漠文化，就是走了很久沙漠才发现有一个绿洲，所以它就是一神论。所以你到了这个台湾是标准的，是森林重重的文化，各拜各的嘛，成语。对。但是现在听说世界各地听说现在也开始封拜拜了，我们来听听看啊，阿福，德国有拜拜吗？德国有拜拜，像这几年来，像我们大部分都是不是住天主教，就是住那个基督教嘛。那这几年可以看得出来，天主教我以为天猪脚了。我说，其实德国怎么会有甜猪脚的？真的，我刚刚听到一个这样，像我们德国的甜猪脚，后来才听到基督教，哦，原来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哈。然后呢，所以越来越多人现在会信佛教嘛，然后像比较大的都市嘛，他们那边都会整理庙里，然后人家会去那边拜拜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像以前德国。家里那个院子旁边，家里旁边都有个院子嘛。那最传统、最久以前，我们都是放那些小矮人嘛。那个是在德国很流行，几乎每一个院子外面放那些小矮人。那现在那个时代现在都是变了嘛。你看他这边就代表他把小矮人给他小矮人给了。然后现在就是看很多地方都是放那个佛像嘛。释迦牟尼佛。对，那是德国啊。这个是在德国，你不讲我们以为彰化大佛。真的，右边的那个右边那个啊，德国也有这种哦，有很多很多，还有一些像那个艺人，他们现在是就是把他那个，你看把它弄在一起嘛，上面是那个矮人的头，下面是那个弥勒佛，好有趣哦。头换一下而已，是结合头换结合那个佛像，小矮人的头跟弥勒佛的身材哦。哇，这个在台湾大不敬啊！真的，还有呢，然后踢足球，像那个足球场外面，他们也是放一个弥勒佛，他肚子也是肚子变足球，变足球。不是，我觉得外国人把这个当作是一种艺术跟文化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是吧，但是也有人在拜嘛，就是不是把他肚子是足球，还有人在拜吗？有，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十几年前他来台湾找我，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晚上要回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吃饭喝酒，然后要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然后我们经过那个垃圾桶，很大的垃圾桶，然后人家有把一个那个差不多这么高的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像，把它丢在那边要丢掉，好像看起来他的头有点坏掉了，他好像是掉下来，然后人家不要他。那我那个朋友就说，那这个怎么可以把它丢掉啊？这样很不尊重，这样不行，我要把它带到德国去。我说，那你要想一下，这个东西很重嘛，那你要把它放在那个行李里面，你可能超重，你要花很多钱来把它带回去。他说没关系，那我衣服什么 souvenir 我都拿出来丢给你，然后我就是要把它带回去。那他真的带回去了，然后我太太还跟他讲，那你这样子，你到德国你们要去玩那个乐托嘛，那你买摸那个彩券嘛，彩券也要摸那个弥勒佛的肚子，这样子就会赢钱了。
那他把他带回去跟他爸爸讲，他爸爸已经70多岁嘛，他跟他爸爸讲说，你这个你要放这边，然后拿那个彩券，然后给他摸一摸，你知道一定会发财嘛。所以他爸爸就乖乖听话，每次要玩额头先给他摸一下摸一下。然后后来我朋友就想，那个头还是没有解决掉了，因为又坏掉了，那个弥勒佛的头，他就把他送到那个木工那边给他修理。然后他爸爸彩券卸好了，然后也要去摸肚子，然后弥勒佛不见了。哎呦，他说怎么办？我这样子，我不要给他，我就不要去玩了。他说你现在把我送到那个木工那边，我要先给他摸肚子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礼拜六再放，那礼拜六大家休息，他还打电话给那个木工，说你帮我开门，我爸爸要过来要摸一下肚子。对，因为花钱买彩券没摸到还得了，结果有去摸吗？他一定没中，他没有跟我讲，我想可能有，他一定没中，因为德国没人帮他开光啊。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说佛像雕刻的第一个本身的就开始了，就是说，当我雕刻的人如果他很虔诚，这一尊佛像雕出来，他的品相特别好，他特别容易就是注神进去。如果说这个师父他一边吃槟榔，一边可能在骂朋友，就边磕那一尊神的话，大概出来就污秽气会比较多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要请开光，就是说你要请有这个修炼的人，有道行的人，他帮你清净以后，重新给你一个新的，这样是比较安全，不是说一定要开光才会有神。对，他们那个当艺术品的，所以他可以放球啊。你想把那个放球的弥勒佛开光像话吗？这不是个球。像我在泰国科比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泰国，他有一个他专门拜一个女神，然后他旁边就很多洋具。对，然后通常我们都想说是拜羊具神嘛，其实他不是拜羊具神，他是想说你拿那个羊具，你说你拜完他，你求完他，你拿那个羊具去还愿，然后我就在问他那个是求什么，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，求生子吗？不是，就想说有一些女生或者一些男生，通常是女生啦，就是说他还没有到那个天堂过，就是对，他每次是在白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高潮过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出来？然后你就去求他，然后他就会给你。而男生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一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精神不太好，或是精力比较不足的话，你去求他，可能也会精神会比较好。这在哪里啊？在马来西亚。泰国的科比岛，你没听过啊？泰国。我第一次听的，谢谢你。其实啊，我们小事，你如果这一生当中，不知道什么叫嘿嘿，那你就这样过就好了吗？万一你去拜拜，真的有嘿嘿，反而影响你的婚姻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要。对呀。哦，这个我们是求平安，那个人一定是没有，一般都求财嘛，求身体健康，他一定是有财有身体健康，所以他求爽啊。求到这里的时候，已经前面都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对，身体什么都 OK 了，所以拜了这个庙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对，所以那女生应该去拜的还蛮多，听不懂，佩奇听不懂就算了，佩奇来呢，跟南非有拜神，有拜，但是比较特别是南非很相信风水，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觉得说，因为如果你把风水放在家里什么的，你就可以赚钱啊，婚姻会好一点。那我那个时候搬回去，我二姐台湾二姐有一个礼品店，但是她在那个礼品店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卖风水的东西。那我去借这个店，但是我风水这个东西不懂，我在台湾没有遇到过。有一个那个外国人来，就是一个当地南非人来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知道 Feng Shui 这个东西吗？他像南非人是外国人。Feng Shui， 那我不知道。后来我的员工就跟我讲说，没有，很多那个当地人很喜欢风水这个东西，他给我写，我就去检查。后来看一本书，看完了，我就说好，可以做这个生意了。一个小姐进来的时候，她说她关系跟她老公不好，然后她听说风水在家里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幸福这样子。然后我说哦，可以啊。那我开始问她说家里他们。白的东西在房间啊什么的，他说他的房间就是靠近洗手间，他的头跟洗手间的门是一起的，然后他讲到说还有一个镜子，
就是在众床上看到青瓷就比较开心吧，就是我们外国人会觉得看到青瓷比较就比较舒服，我就跟他讲不行，那个青瓷要拿掉，不能放在那里。然后他说他一直跟他老公吵架，然后我说你上面有没有一个 beam 那个洞，就是改房子那个梁，然后他说有，那我说那个东西每次打到你的头，所以你们两个会夫妻会吵架，然后你要去把你的那个床。他说没有没有，你来到我家比较好。那我这样子怎么好意思？我真的是分享树里面的东西给他，我不是什么算命师什么的。我就去他的家，然后改变很多东西，哪里应该要放鱼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大概两三个月后，他就来找我，然后手牵手跟他老公，他说：“哦，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一个大老师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跟我老公的关系变好啊。”我心里在想：“哇，这一套也可以赚钱。”人家就买一个什么青蛙，反正就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青蛙，里面有一个金币放在蟾蜍，不是青蛙，哈哈哈哈哈，因为我是读英文书的，所以他们都会讲英文，然后就来跟我买，然后觉得说我是很厉害，有的人很特别，他觉得风水这个字算是一个福。然后因为他们不会写中文字，他们就要求我写中文字，但是我的中文字很烂，我都是要看再写，所以有的时候他来跟我要求，比如说爱，他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，他要放在他房间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我现在没有空哦，你两天后再回来，我写给你，因为我叫我老公写。然后他就叫我写风水，那我老公在旁边看，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但是我没有跟他讲。待会调查局会约谈你。对啊，越讲越多。那个人是要求我要写，后来我写给你看啊。这你自己写的、啊？等一下啦，我字很丑。没关系，就是丑才这样。错了，啊，风有点错了哈，这个水也撇错边了嘛，撇到那边要撇这边啊。撇那边，管他的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也不会找什么中国人，他也不懂中文那个人，对，然后他就贴在那里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对他的那个风水都是一个好意思，他就放贴在他家里，他觉得是好运。就那家还在吗？还在啊，还在啊，还在啊，人家还一直跟我谢谢，到现在如果我去那个百货公司，人家还说哦风水老师好。但是我都会说，我不是很厉害的哈，我也是看书来学的，跟大家一样。他说每个老师就是看书学的，我说哦对也没错哈。中国的风水就是风从东方，假设从这个地方吹到这个地方，水从这个地方流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天地的气就是一直在循环，那就是好事一桩，就是风生。水就起，哦，风山水起，风山水起，所以你回家又可以多一招。谢谢谢谢。怎么解释那个风水？他已经是江湖术士了，还教他这么多。人家弄假会成真的。对，调查局更要去找他了。信则有嘛。Kim 呢？在美国现在很多人也喜欢风水，相信风水，对对对，风水。等一下我讲到风水，但是我现在要讲到一个最早美国跟中国一样的，就是看手相。那有些人非常的相信，厉害的话，有一位妇女在加州，她甚至都可以帮助警察，因为她看到那个犯罪的人，她可以哦。分辨出来这个人是杀人犯，或者强奸人家，或者什么偷东西，哇！就看他马上，解案。这么厉害，看手相啊，很厉害的。然后美国也有一次医疗报告是说，有些年轻的人死掉，那解剖的过程当中，他是特别注意到他的手相的生命线的确是很短，这是有统计的。对对对，所以就讲这一点手相的蛮妙的，我看不懂。可是觉得很有趣。我讲到美国人还有一个就是很喜欢bronze statue， 就是铜像。美国人非常相信这一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喜欢读书吗？那你要到哈佛，就是波士顿的哈佛大学，这里是有 John Harvard， 他就是哈佛大学的创始人。然后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听说你要摸他的脚。啊，那你就会 hockey 了，会带来很好的运气。那我去摸他的脚，我很想读哈佛，可是
摩托啊，没办法。可是摸他的脚要去北大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最起码还有个大嘛哈。这个华尔街在美国是大家最会发财的地方。牛市。那这是公牛啊，公牛是表示旺旺旺，股票一直在上升。因为牛角往上顶的嘛。对对，可是拍到他屁股这里，为什么呢？要摸他的睾丸才。为什么摸他？要摸他睾丸？为什么摸他？才吃得饱吗？还是会更生气啊？对对，股票你的兴奋，你的股票会重重重会涨涨涨，摸你那边是谁气？我摸那边是会爽吧？所以他那个睾丸应该是亮亮的了吧？应该是亮亮的，对对啊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乐趣，因为平常这种行为在公开场所是没有办法做到。我最后要提到，也就是台湾出生的一个美国最厉害的看风水的大师，他是叫做密宗黑教凌云大师。然后就是因为在他之前，我们美国人是没有听过风水。他有一个纽约的徒弟，犹太人是帮助他用中文翻成英文。在那个时候之前呢，就是用这个字，英文叫 geomancy。就听说在有风水这个说法之前都是这样。哎，这个是比风水更早的名词。比风水更早的观察地。不过那个凌云他非常厉害啊，他去哈佛大学演讲，一张票要$500，因为他很会看。然后80年代那会儿，他被请来纽约市第一次，大家给他安排坐那个直升机，然后他看整个曼哈顿岛，然后他看到他觉得某些地方他觉得很不吉利，一个是联合国，那为什么呢？联合国的如果看纽约的地图，看到他的楼很漂亮，但是因为他是靠海，靠那个东河，河流太近，所以他觉得这个会叫什么纠正不断。然后常常联合国是很难达成协议。那第二个很妙的就是双子星大楼，然后他的理由，他是用中国人的头脑来看，他说两个这么高，比旁边的楼高出太多，而且它的形状不会像1014有一点形嘛，那那个是很直啊，象征你们拜拜用的香，然后是说上面是有那个避雷针，哇，好像是两根香在烧，是非常不吉利。这是多久以前讲？这是80年代。一般就是拜神，就是用一跟三是阳数是吉利的，假设是拜两根是不吉利的。哎呦，你看，就拜阴的东西，就果然就发生这个事情了。对的，而且烧得很快啊，那个，所以撞到了。当时如果美国相信的话，就盖三支香，就不会有问题，这个避难针就不会。那你在台湾也有去拜拜吗？有。你都去了。行天宫啊，还是哪里？去龙山寺哦，哎，去求爱情啊！对，我这个礼拜去那里求神，求婚姻啊，不是，再一次，再回来，你求神啊？求神，对对对。来，你去龙山寺，我们来看这段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南的神父欧阳山，很荣幸，很开心带大家到今天的龙山寺。喜欢龙山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台湾悠久历史很丰富的名胜古迹的地点。今天好开心啊，要带你进去看看怎么拜。打给后 ，Let's yeah！ 跑掉了。所以今天因为有七个炉，所以我们来抓七个，好不好？七根香。抓的。看他点。好，来，我们一个一个拜，好不好？天，我会去，可是不会。地宫炉啊，天宫炉啊。接平安。我拿错了。有人是这样。那下一个座位就是。观音师，观音师。
菩萨，观世音啊，观音寺。这个我上个礼拜学过了。真的喜欢龙山寺对吗？大家好，我又是欧阳山。我们现在在龙山寺的最重要的观世音菩萨前面，所以我先拜一下吧。然后，那是三字，对对。三，我有一个许愿，也就希望我老公快回来台湾，再过一个礼拜啊，坐飞机要平安呢，不然太平洋不要出事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老公平安回台湾哦。要小心啊，休息啊！我们去看文昌啊，大家都要考好，考试成绩高啊！文昌帝君保佑我儿子啊，希望女儿考试成绩好，千万不要作弊，不要看别人的考卷，自己努力，以后考上台大、清大。教的拢会使啊，我妈妈会做花衣耶。你真的这么聪明吗？乱讲。烧到了，烧到了。也许是好运气。来吧，我们再继续看。这是不好意思大家，因为台湾的神太多了，阿多哥只有一个上帝呀，所以我就背到文昌了。其他的神我们自己一起教一教，你跟我一起学习，行吗？好忙哦。那就剩下一根香，要拜哪里呢？月老神君呢？这个名字听起来还不错，是月亮的月，不是越来越老的月，所以就是老了我们都有福气啊。好丢脸，他觉得月老不月老，他的解读是这样啊，越老越有福气。多谢你，很感谢大家今天都跟我来龙山寺，希望有抽出一点空间自己过来看，非常好，今天也没有下雨，天气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不错，以一个外国人这样到庙里去拜，这样解释还不错。月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月下老人嘛，就是说有的男生女生去求婚姻啊，就会有人牵红线，你会再结婚呢？因为你拜了月老，他连祝生娘娘都拜了，还会再生。祝生娘娘就是要生小孩。对对对，因为没有这个有原因，因为现在说是台湾的生育率很低啊，所以想再继续，所以你是为民祈福就对了，现在多生一点，为了别人。你拿香这样子是错的吧？这样错的香啊，就是这个左手抱内，右手抱在外，就是表示太极，在右边嘛，叫神保佑你哦，所以要右手在外面，对，右就是神从外面保护你嘛，你不要这样子拿。那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，我看有的人拜，你觉得像我们去行天宫看，有的人拜拜就是这样的嘛，这样拜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有的人是这样子。啊，头在闪，应该这个比较好。头在闪。对，因为常常我们在拜，因为人挤人，有没有？现在我们拜拜，啊，这个哦，因为我上哦，你还注意耶，我修的。所以我觉得头点就到底应该是哪样才是正确的？真的要注意前面，但是最主要是心诚插心香啦，心里面也有一把香，就要你要心诚。诚意的来拜拜，不拘形式，不拘形式最重要。对，你要就顾这个形式都会忘掉，有时候多拿一根香，少拿一根香也都有。那神明也是笑笑而已。对对对，真的。这个外国人看台湾烧香拜拜真奇怪哈，那个台湾神明有够多，分工合作，但我总有一点搞不懂。小师，因为台湾的神明，长得，拜拜先拜拜，我不是在侮辱你哦，因为脸。有的黑，有的白，有的黑，有的红，然后还长会长胡子，很特别，啊，还有戴帽子、穿衣服啦，啊，有的很凶，所以我就
台湾的男生的神明很可怕。啊，你泰国不是？泰国都是亮晶晶的啦，冰冰冰，都四面佛，都是金色的。对，泰国的神明就都大部分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有一次我出去刚来的时候，出去有人在那个神明在走路，我说哇，台湾的神明。走出来了，跪下去拜一下。我说老公好大哦，长得很高很大。我说老公，赶快快下来，跪下来，叫他拜，赶快许愿。因为我们泰国的神明大部分都是真的，真的来拜这样子。我跟小世一样，就觉得台湾的神实在是太多，然后只有几个在这里那么久才知道，像那个神农是人家生病回去求他的帮助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要生很多小孩，我一直以为是弥勒佛，因为他胖胖的，有八个孩子在他的身上，也没错啊。你只看到弥勒佛也可以啊，因为如果弥勒佛有小孩子在旁边，香港是叫道仔法，也是一样，是个儿子啊，也是一样啊。我先生的外公很会画画，艺术方面很强，所以他很喜欢画一个神，那个神命很恐怖，然后他的样子有一点像胡须章，胡须章，钟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可是他没有头发。他是秃头啊！啊，达摩啊，对啊，眼睛凸出来，好像甲状腺有问题呀。啊，那个什么金门那个什么风师爷。哦，他真的很恐怖，吓坏我们了。你们两个都没有说，这个神明对我们家来讲就是来吓小孩，因为每次看到，然后爸爸尽量解释说，哎呀，他长得那样，因为他是印度来的，可是他就孩子，达摩祖师，达摩是从印度过来的，对对对啊，可是小孩就搞不清楚，我也接受不了，为什么印度有神明来到台湾，长得像胡须章又不是。那因缘呢？因为我是基督徒，然后来台湾的时候，突然接触很多个神明，真的很神奇。因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娃娃，可是大家都是很有那个诚意，就是这样拜拜。然后第一次来台湾，我在家里看的是那个一天24小时一直笑的弥勒佛。然后但是。这样很开心，然后我下班这么累回家，一看到他，我说这么累你还是那么开心，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，然后就是看他的心态也是不一样，然后我是有一天很开心，哇，我也很开心，你也很开心，丢丢就这样，然后我是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就是陷入他。有一个问题，台湾那个神明为什么那么认真穿衣服？因为他们不是一张，就是好像是里面有内衣，然后穿的比人仔细多很多，慎重啊，很慎重，慎重，就是里面有还外面还有个披风，对。可是夏天也没有换呢，我是那个拜拜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多人还是对你要求这么多，还是没有给你换衣服。你有爬过山吧？哈，对啊。你爬到喜马拉雅山，你要穿几件衣服？神明住在天上，怎么会？神明住天上很冷的。没有用，弄不到他。哎，没有啦，有烟，香是烟，就只是传达到天上去的啊。是，奥利旺尼亚。台湾的神明很多，就先问到我某一个庙，我的家。你家？对，问到。这边到哦。对，问到家的庙。再开一个坛的嘛，这边坛嘛。对。阿公公公哦，伊在做登记。对啊，这个是我公公，伊在当地。第一届我看到讲，哦，足恐怖，流血啊！我听我老公说，哦，你爸爸不流血，用摄像机不会动，灯出来不会啦，你免惊。因为这是我在巴西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，在台湾过来的。应该很多人来问事情。嘿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那一天那个庙出侪人在遐咧问代志啊。啊，我看台湾那么多神明啊，我足侪啊，足侪名我。也是到现在还更不清楚，有的是哦说这名啊，嘛不要紧啊，不管那是什么神明哦，我管他你讲什么就准，因为就是我的家拜我的拜妈做个五福千岁，那一天那个五福千岁，你敌我主欢就对。那一天五福千岁进来我公公的身体，然后一搞公公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你家观音无言，然后说。哦，脑壳的哦，啊，然后
他说我还在怀疑呀，我屁股还不相信。啊，过来的时候，这届我老公带我的家里的人去拜拜，那一天那个庙是拜观音，观世音菩萨的。我进来庙的时候，我开始会眼泪，我不是在哭，嘛是一滴老白塞，很像不舒服的感觉啊。就想要吐，要吐，讲奇怪，都拄啊好好啊呐，一直哈气啊，哦，嘴巴打开都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我说老公，力啊，对，我习惯。难道神要上他身吗？对呀，这是神要上你身的磁场，他的磁场。对对。然后对我公公也嘛跟我讲，公公说你个观音五言。我去嘛那个拜观音的时候，我这个感觉到现在，如果我去那个庙也是一样的，我有这个感觉。然后我公公问我问我讲，阿弟，没好的观世音菩萨进来你的身体，我说我不要，因为的是我看到这样子，谁会怕我？不要，看到公公脱光衣服。没关系，你为什么不上来感觉一下呢？一进来我的身体，他的缘分还没到了，他总有一天会开。他如果是真，慢，我要给他拜。真的是，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来，你就拿花瓶洒水就好了。对，多漂亮那个莲花手，多比较碎啊，你怎么摘哦？莲花手哦，每一个神明表现出来的都。对，那我问你，我没看观音会这样，不用。对对。嘛是刚关了麦镜啊，一样的掉，但是你相信这个对不对？我相信。对了，这个是很多的，常常在听这个问题，但是可以沟通的哈，不用害怕。哎，小师，像我们泰国以前，香港电影很红嘛，然后常常看到那个有人跳楼啊，就会烧金子嘛，哈，金子。然后我就嫁来台湾了，我就看到路边，哎，有人在烧金子，我说。我就来一阵子，我问老公，那边是不是有人在自杀跳楼？我他就说哦，别讲了你，那个越烧越多，赚钱越多，对对，赚钱越多。我说哦，是这样哦。啊，后来有一天我婆婆就叫我去拜土地公嘛。我说哦妈，我自己来，然后拿金子啊，然后我就拿一银一金这样子去拜土地公。我婆婆看到我拿一银一金。他说：“你干嘛拿一银一金？”我说：“妈妈，我老公说哈，那个越烧越多，钱就越多。我想说，烧给他多一点，我们家才很多钱，才很多金。”然后我婆婆说：“你白痴，那个是谁给人家那个的嘛？给人家什么？那个的啦，死掉的啦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是我妈妈，我要去拜了，赶快拿一堆金的。”土地公，对不起啊，我还你。以前我是不懂外国人、泰国人，我就一直去烧，然后跟他对不起。以后我都不敢。之前都没有跟他说你是泰国人哈。对，很那个的许愿哦，很那个的许愿，赶快说。现在都不敢。你看神鬼都人。那个神的话是烧金爪嘛，金子银爪是烧好兄弟，好兄弟啦。刚刚去的好兄弟啦，或者在路上的都需要用银的。银的，好，你问呀。问到哦，侬这一甲十五一定爱拜拜。啊，有一届那是拜拜，就是阮伯伯咧处理一个代志。啊，那一天我伯伯不在家，伊要去佗，啊，伊叫我讲，等下我。Olivia， 你明仔载哦，伊叫我去买水果，啊，佮去买姜纸，啊，我讲好好，不要紧啊，你放心嘛，明仔载会处理一个代志，会拜拜，你没烦恼，我会做。啊，唔讲哦，去在只啊买水果 ，OK， 无问题。啊，姜纸我讲，家里有好多纸黄色的，啊，姜纸嘛是黄色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煮一堆啊，啊免改钱啊，佮去。搁去外口买姜纸，我甲你做啊！自己做。我那昨天讲，我甲你做呢。哦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姜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就买讲，我老公说你在干什么？讲妈妈叫我明仔载买姜纸，啊，我家己做。甲家咧讲，看迄个算命，真正要收钱啊？无，唔知有收无收哦。搁今麦都怀疑啊！我老公说那袂使啦，你去外口买就对啦，迄无效啊，迄个算命不会收这个钱呐、啊？这个印这个罪很大的哦，印伪钞，印钞不伪钞啊！你有良心观哦，就
这种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。晶晶呢？晶晶，对，刚刚有讲到那个钱嘛，我就很好奇，每次都觉得很好奇，真的会收到吗？他烧这个应该不是烧给神的啦，烧给家人的啦，烧给那个你家人的，家人的啦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因为你看日本还有我知道就是基督教都没有就是烧纸钱的文化嘛，那难道就是？最有钱的就是华人的祖先嘛。其实那个是意念，就是说那个世界是你这个世界的延伸嘛。嗯。那所以你认为在这里要用钱，那边也要用钱，还有人烧房子啊。有啊，对不对？我爸烧了很多房子，然后我要走的时候跟我们讲说，你们以后都不用担心，因为我那边弄了很多案子，每次都烧了一二十万的，就在那边盖了很多。哦，爸爸已经建商了，建商了。我是跟老公一起走路喝牛奶，然后我要找垃圾桶，然后我说哦长得很像，然后喝完的那个盒子丢在那边，结果那是烧那个值钱的金炉，哇，被老公骂到要命，然后这个是对台湾来说很神圣的，就是很珍贵，把垃圾丢到金炉里面是很忌讳的事情啊，你把垃圾丢进去烧啊，因为那个长得很像是垃圾桶，对了，那个是提款机，你要小心的，那丢卡可以。没有，我马上捡起来，我马上捡起来，因为被骂。然后结果后来有一天，我走路的时候，前面的有一个人也是跟我之前一样，就是把那个饮料杯子丢在那边。小姐，你是不是韩国人？韩国사람이세요？他说，你怎么知道这样？这样的行为只有韩国人，你赶快捡出来。拜托，那个台湾人看到你会生气。不一定啊，说不定日本人呢。晶晶会这样吗？对啊。晶晶有没有烧过纸钱？我之前也是当成垃圾对吧？对不起。国人都会把当垃圾，不一定是韩国人呢。来，我们看第三样，台湾神明很 busy 很忙的，常坐飞机出国旅行有吗？海燕。有，因为以前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嘛，常常看到台湾的进香团，我不知道应该是进香团，他们都手捧着神明，然后呢脖子上挂红线，然后呢那个身上都盖红布。那时候我就很好奇，为什么台湾的神明常常在出国？那我想说，那就是长途旅行这样很累，那大家再回去拜的时候还有效吗？一般请神就是说我像一个电池一样，那我是妈祖，那我回到湄洲里面。去充电，所以他去等于是去充电，去加持，他有灵力会更强，所以才会你看到台湾人一天到晚在请这个神到他原来的地方，而且有人还专程，你就是捧，有人还专程买一个位置，对，买一个位置，对，四号座位林默娘，对，他还报告那个，可能买一个机会给他。来，台湾神明很爽快，宝贝猫熊的怎样答案了哈，马上就知道了，好，林默娘上。我很相信，你敢知我伫八岁时阵呢，我妹妹去买厝看这间厝，阿讲哦，迄间厝袂歹，啊叫我甲伊做伙去看，我说诶，这间厝袂歹，啊嘛是不会很贵，啊我妹妹讲。好啦，我要买。说，等一下，我拿两个恁看看，因为这是我以前我在台湾我公公买厝时阵呢，伊。曾经那边宝贝还要问圣明，没出啊嘛，被宝贝都掉了。啊，我在巴西我没有办法宝贝，我拿铜板，我拿两个零卡的钱呀，就是那十块啊那些。宝贝，哎，新杯我讲妹妹讲，嘿，好啊，金杯讲，啊你是安怎啊那安那呀讲，无啦，我赶这间厝哦，袂卖你的等钱啊，啊对你做好啊，伊讲那是安那呀讲。哦，为什么你在这样子？咩牙医啊？你在讲为什么你这样子？你变哪样？因为你小妹看你安尼足奇怪嘛，就是做正常啊。伊去找我妈妈，甲个妈妈讲，妈妈，我跟你讲哦，姐姐去台湾的时候，他个挂去笑哎。所以以后你看，人很多事情哦，啊，这箱没，这箱哎呀，哎当贝贝。啊，我买这个包包可以买吗？前面都宝贝啊，就买房子宝贝还蛮聪明的。对的，那这样，请老师，那我们今天跟新住民来算一个卦，好，你就要算什么卦？我带了一只这个，这台湾龟，哇，这很长尾的一条，这是台湾龟哦，哎，长尾巴很长。乌龟为什么可以卜卦？为什么有灵气？就是因为乌龟的本身的上面的这个壳啊，这个就是龟壳。周边哎，龟壳上啊，我们不是有天干地支吗？这里有十一圈，有十个，
就是一个零，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所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那翻过来啊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就是这边有六片，这边有六片，就是十二个地支，哦，所以有天干地支，哎呦这么天干，那旁边呢？这边有十二片，十二片就是天有二十四个节气哦，所以是龟卦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所以看风水呢是用二十四山在看。我们这样只有一个名额了哈，看是这是叫 Kim 要问是先生的，还是说你还要问？工作。你不是在工作了吗？我现在失业中。失业中。你怎么会失业？你现在这么红还会失业？我就说嘛。来来，小师。这个老师，我想问了，是说我减肥会不会成功啊？这样，问问题这样就哦，不是问，如果问问题要问说，我一定要成功要怎么办？哦你要问神，我要一定要那样子，那你告诉我方法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一定要找工作，要怎么办？其实机会是给你，我是刚刚是问示范给你看。谢谢，谢谢郭哥。现在会问了吧？好来，其实他是要问了，来进来，来诚意啊，诚意讲，来来来。那把你龟轻轻抓起来，放在这里面，放任何个方向，看它怎么走。好，哎呦，跑好快啊！往上走哎，往上走哎。好，它要，哎呦，停下来了。对，它要你找的哈，就是往东南方找，然后呢，找服务业，然后那个是那个对方的老板是女的，哎，这样子你就会懂。对。东南方是在台东跟高雄这里附近，就是他家的东南方哦。我们家在桃园，东南方。你家你用你家做中心点哦，你家的东南方找哦。哎，对，服务业你知道吧？嗯，服务。对啊，就是比如说保险啊，保险啊，对啊，就是服务人力饭店整形也是啊，整形也是服务人员都是服务人，都帮忙。像我现在电话公司不是整形服务人，电话公司那种也是啊，帮人家处理事情也就算。对，东南方，对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快来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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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